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咁樣就見都 set 得次直播，咁樣播依場俾大家睇啦。依、這個就係黃子耀嘅射波又高出咗啊！咁就而家都比賽咗四分鐘，已經係協恩係先入兩球，再有廣清基信嘅袁樂真追翻球，而家係2-1。暫時協恩就喺外圍咯，踩住先，睇有冇機會踩入去。結果就係蔡卓賢嘅射波俾對方後衞刪到，係角球嚟嘅。好，再係角球，就係、是。黃子耀的射波，何哲山翻個波出嚟。頭先就係南可人的射波，協恩的隊長。嘅射
射波啊，即係開一開個角，開成開界外球射埋佢添，係啦，射穿咗界。都是啊，都是回傳啊，回傳俾龍門啊，回傳俾撳佢線內嗰位龍門啊，係啊。係咪協音有一個喺罰球線上面嘅罰球？君子游入波，君子游就入三球啊，咁就系四一。
張正恩的射波，咁啊俾魯滿省到，咁啊係一個角球嚟嘅正恩。好，就係張正恩一開個角球就俾大概出邊嘅周子月個抽高咗嘅。咁而家袁樂真攞波。在踢法呢，就是現在 YMCA 都是找袁樂真擺在最前的了，一憑他的個人能力，看看會不會對方的拿到機會射門，而家係嚟試5-1。各位球證係話係角球嚟嘅，啱換出嚟嘅黃子榮都成個遠射先，但係就都係高出咗嘅。YMCA 終於攞到今場第一個嘅角球啦，個波可以停咗喺前場。看到就是袁樂真準備開出，而家何哲仔可以做到配合，但係都俾對手睇通條路啦，散咗出界外。係袁樂真今次點處理啦？哦，結果都係想直射啊！袁樂真啊，偷到黃子榮的波，想一個人
闖入去禁區裏面，但係就張正恩都睇到條路咁樣，去咗底線，咁就 YMCA 有一個防球嘅機會，今次就變咗何捷開到啲進攻嘅右路。其實佢都想挑高個波俾袁樂珍嘅，但係就成功。子月的入波，協恩點知道女俾啊？好入波嚟嘅。柯蛋啊 ，YMCA 嘅龙王，咁啊周子月嘅射波领先到7-1。鏡頭的我的背脊直接到林家偉就是大火，好，咁猜出嘅射門又高出了，咁啊，全場比賽結束，咁樣就協恩大勝廣清基信，輸完7-1。當中就係有温子柔啦，入咗3球，而周子月亦都入咗3球，再加上黃子耀嘅入波，協恩贏7-1。